叫警察来！他刚刚说，喝了酒就不能开车或骑车哦，也不要骑脚。你爸爸是哪一个指出来？快点！爸爸是谁？他这样做太诚实了，太诚实了。哦，对啊，你很诚实。跟爸爸妈妈说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好不好？我拉好久有开车。你儿子讲的。擦屁股。我擦屁股。还要擦手手啊。吃饭前要先做什么事情？洗手。没有做到。有，那么乖。你要继续维持哦。如果手手脏脏啊，吃饭之前要记得洗手或擦手，要湿湿的，不要用卫生纸擦，会有细菌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做。你上到你翕，我录影啊。我先去洗手，好不好？哦，就尽量啦。啊，再去洗手吧。要去洗手了。哦。哇，这么多老板。一洗手，等一下要做汉堡喽。哇！啪啪啪！